你才回来台湾无几天呢，是毋是变较大块啊？这面，啊，搁这腰，一定是因为上班压力伤大，拢是暴菜。而且阿姨做的菜啊，伤过好食，啊，食伤多，才会变遮大块。 董事长，咱也安排这款秘书好啊。敢讲这是董事长给我头一个考验。不应的，我一定想办法送来。若无，要安怎见人啊？我煞袂来，会当放轻松。 新卡电话，给银行问看卖，今仔日美国米花期货计价是偌济？哦，今仔日是拜六呢，你搁伫要下班啊？就算问到期货价格，也无底买，是咧问先生的哦。第一，台湾无周休二日。第二，你先去问好清楚，美国交易所这礼拜米花期货计价是偌济？ 安尼拜一哦，就当随时做出反应。啊，无啥物问题。你即马是纺织公司的员工，你应该知影公司进口上侪原料是啥物吧 ？Of course I know。 那棉花、羊毛麻，即天然原料，啊，佮有生产尼龙、佮亚克力棉需要的塑化原料公司，拢有进货。 知影 boss 敢无意外答案无？安怎？想袂到我知影吼？原来你的头壳内底哦，还佫有一点点啊，有道理的物件呢。我有闪闪想要做，绝对无我做袂到的代志。你哪会知影我拄则在想啥？你想到遮尔明显，啥物拢唔知？ 原料价格是直接反映在整体的营收上面，但是愈早知影米花机会计上，就当有掌握先机。这嘛是为虾米袂当等到拜一才敲电话原因。但是有了解，就去敲电话哦。哦，足敖咩？掌握先机，哪呢？哪会连我互你食老细，我拢唔知啊！ 你这里方便，这里方便啊！别走，别走。Boss。 我先替你泡咖啡，等下再敲电话。Boss， 请用。这是新的咖啡，您看卖有合味无？ 这甲昨下咖啡无共款，敢若捌啉过。甲资料摕去copy。是 boss。 竟然用奇隆咖啡，无怪遮尔歹啉的，真正是。无怪，我去讲下巴肚痛。
看你这次可以动多久。竟然敢把我创空，看我安怎把你修理。这歹命，就算古早查甫囡仔输好大少爷，嘛无我这悲惨。公司行政副总来出来吃饭。你看看那阎罗王啊！什么阎罗王？就是我那无回无把赛莫林杰 boss 啊！听你安尼讲，敢那心内对伊真无爽快啊！我唔但无爽快，我是跟伊计完仇。我顶死人！绝对是做甚物歹代志，今麦才拄到伊。你都这样气伊哦？哎呀，你若是知影迄阎罗王，今仔日是安怎甲我折磨，你嘛感觉足唔甘的啊？足可怜，我真正足可怜的。你都这样可怜哦？啊，我是要安怎？恁爸爸敢那真看重你这东西呢？哪呢？嘛唔免请伊倒来食饭啊！我几礼拜看伊六天阁无够哦，起码放假快看到伊。这都是恁爸爸的想法啦，啊，希望吼恁两个少年人会当较常见着面啊。哎呦，爸是安怎啦？你是不是有心脏病啊？听完逐天甲伊念，
唔准伊做迄，唔准伊食迄，超工要报复我，莫想要甲我逼家，着心脏病才甘愿。哎呀，囡仔人唔通乌白讲话，恁爸爸嘛是为你好。其实我嘛看过恁副总的相片，啊，洗脸嘛真体面，看起来一表人才呢。啊，是安怎就是无介意啊？哎呀，人唔是干那看外表，啊，你无准呐。啊，迄个人哦，看起来是淡薄好看头，啊，免叫人算缘投啦。啊，不过迄是骗人的，不是每一个人挂面具拢是蒙面侠苏洛啊，行侠仗义。迄个人就是挂面具的阎罗王，有这恐怖，就是这恐怖。哎呀，你救我啦！我无想要继续啊，该做会做代志啊，那无真正会后悔呢。我想要去上班啊。啊，不过才过几工尔，啊，都还没一个月，恁爸爸袂答应的啦。那无你替我去求吧，把我调去别部门啊，至少会当离迄阎罗王较远呢。啊，唔过我真正是，哎呦阿姨，我知你上听话，你给我动手讲。哎呀，唔是我无愿意替你讲话，是恁爸爸。哎呀，是恁爸爸真正无得，要甲伊招入来，总共甲伊惊死。哈！你是讲阿姨做囝婿，啊唔对。就是你未来红婿。